近日和崔永元三个字关联最多的不是主持人这个称谓，而是转基因。崔永元反对转基因成为当下的热议话题。不仅如此，3月6日凌晨，崔永元还将自己的提案发布到了微博上，内容也是和反对转基因有关。不过崔永元这边高调的反对转基因，网上却传出他因此被封杀的传闻，传闻还称他被禁止上电视当评委。为此，记者采访了河南卫视的工作人员，卫视方面表示，崔永元确实不再担任《成语英雄》第二季的评委，但这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，是否和转基因有关就不得而知了。记者致电崔永元的助理询问此事，但他表示并不清楚。不过6日下午4点左右，崔永元发布了一条耐人寻味的微博，建议像管制崔永元委员言论一样，管制转基因作物的滥种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